我若算到三，你目睭就渐渐闭开。伊即马伫要醒起来啊。二，所有的一切拢会属你。三，你目睭闭好开。云云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我即马感觉心情好真济啊，多谢志工。你最近的情绪哦，较无稳定啦，爱加做一寡哦催眠治疗，安尼对你哦才会有帮助。较早拢毋知啊，心理治疗阁有即种方式。之前伫咧美国的时阵，拢是靠你咧帮助我克服创伤症候群。我才会加到这么轻松。你看谁来啊？姨妈，哇，这胖的呢？李金牛已经报警，我把监视录像传到你阿公阿，你知无？圆圆，我知影你很反背，感觉真无甘愿，暗哥。保护人的方式百百款，谁知你偏偏去拣一种真简单让拆破的方式，枉费我千辛万苦，才给你塞上万代集团总经理的位置。是嘛好啊？哦，恁阿哥扣多少钱？伊绝对给你救。死狗，你都别哭无目屎。我不爱，我想做啥物都要让伊啊。云云，唔通激动，代志吼拢会解决的啦。会长啊，有话好我讲，唔通让圆圆哦紧张。我今嘛是咧教伊了解代志的严重性，你莫插嘴啦。假使讲你若无想要安尼，你就爱好好啊表现啊。是安怎？特别给你机会，你拢无甲害了了。唔，那是你阿哥啦。我看啊，连恁阿公哦，都会对你愈来愈失望。我嘛就想要好好啊表现的啊。所以我唔才会去牧场，想要把萌萌配倒转来，当作是我甲天佑最后的纪念。这我拢有甲你讲啊，结果萌萌被人害死啊！我只不过给因一挂假信，尔根本拢是我唔对。高天佑甲公司的名号做台湾萌客，就是为着要纪念我甲伊的感情。结果台湾萌客即马是李宇飞的祸害，我真正是足痛苦的。是安怎？你到即马，阁无法度放下高天佑？无伊，我根本就无法度活落去。无论是进前、即马，还是未来，伊拢是我心内的寄托。无伊，我真正是无法度活落去啊！你用这种手段，讲到这嘛无效啦。你即马怎来吃？啊，唔知影地价会当卖偌久？咋办啊？你都爱面对现实。面对无高天佑的世界，谁讲我的世界没有高天佑？我一定会克服所有的困难，把伊笑倒转来。你真正先讲的袂剩车呢？为着一个高天佑，遐尔浪费时间，我即摆就给你拍好精神。哎呦，唔通你其他动手啦！圆圆吼，即摆情绪吼无稳定，你唔通给刺激。我就是惊伊犯官，你想看卖？为着不要伊吃官司，伊是咪爱倒来疗养伊？那咧万代集团总经理的位置是要安怎？搁再讲，伊人倒来疗养伊，甲天佑同款来外口结婚啊，伊同款无机会啦。那咧我着甲高天佑通关一劫。无代志，圆圆，一切拢会顺利的，吼。你即马吼，深呼吸一口气。对我讲，一切拢会向好的方向进行。一切拢会向好的方向进行。啊，你姨妈哦，买这尔多爱食的物件，你不是腹肚枵啊？即讲吼，我腹肚枵啊啦，咱先食饭啦吼。好啊啦，莫生气啦，姨妈买的哦，拢是你爱食的，来，坐啦。
多谢阿姨妈。自己行不行？王冠中，那么你是？这是苏林的金送，你哪会走来这？哦，我是别人的家属啦。我想要问看卖护理师今日会客的时间，啊，请问你是护理师吧？你是王冠中，安尼你的家属嘛伫遮咧治疗哟？哎对啊，啊就拄好有朋友住伫遮啦。啊，你嘛知影我叫做黄冠中啊，啊我嘛是算有名啦，我绝对袂甲你骗的。那咧，你的朋友是住喺倒一间房啊？应该是住伫迄边啦。哦，住迄边吼。请。多谢啊。王冠中。啊。你哪会走来遮？我是来遮找云云的。你找云云要从啥？甲方崇发讲，云云伫咧遮，我已经通知方崇发要来抓人啊！黄冠中在遮，已经通知方崇发，云云已经走。什么表舅表妹夫？你竟然出门外来巴结阿公！你哪样变出来？原来就是你跟踪我，打算要出卖我。你应该跟你阿公讲啊，对不？真好，回去我就叫爱情跟你离婚。你哪知影我有跟伊讲啊？你家己亲嘴讲的啊！我跟你也无冤无仇啊，你想做要害我？无啦，我无要害你，我嘛无反背阿妈。但你家己亲嘴承认的啊！我哪有承认啥啦？咦，你紧走，莫有方崇发找到。哎，玉，跟你快，跟。哎，玉，你别乱走，你来面对现实，我袂跟你害啦。你袂跟阻止啦。你个八哥啊！我玉啊，你别乱走啦。玉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跟人走开。玉，跟走。你把云云藏在这，你安尼害着伊，你知无？云云心情不好来这找我，我甲安置落来，想讲等伊情绪好了后才通知你。什么叫做害？什么叫做甲藏起来？你把蔡医生来啊，是想要关心你、照顾伊对无？我只是扎你一跤步，有啥物唔对？我看哦。是有人听讲要陷害我啦，把我的好心讲作是歹，无心无力。切！子婷，张云登去，快点。老公跟阿妈唔知会还给无？不管你再想有反对，何淑君，赶快想办法处理。今嘛，敢若我是你上讨厌的人，会了解你的感受，便不敢灭目屎。你若是甲我摊开，这场战争的温存。云云，你要对付雨飞，我想做连我嘛逃不出啊！我只是崩溃的小公主嘞，这世界上应该是多快乐的人是我。
老米娇，刘千娜身躯顶的家族破链，你是伫倒发现？你已经故意到。你妈妈把你被抬死，我无你的胆。放心啦，我做你的胆啊，上手。你是还是有够大明星的，过去遐个袂见情的代志，全部都无伊也出来，竟然阁有叶欣回来。哎，大姐，烦死了！你到底怎么冲啊？我是感觉你身躯顶哪有查甫人的香水味。想要讲出心内的情分，又惊拆伤痕。让你听见我的心声，只因我是个平凡的女人。希望给我保护你受伤的灵魂。